今天就我们云林县哈，在麦寮这个地区，台塑集团的6000工厂，其中的炼制二厂发生火警，我们地方的民众跟县长、乡长、议员、村长都同村民一样非常关心。所以不同地方的代表以及台塑集团的负责人共同经过几个小时的联商和热烈的讨论，达成以下几点具体的共识，要分别去执行。第一，此次灾变云林县环保局及劳委会中区劳动检查所均已对台塑6000炼制二厂命令停工检查，应详予查明酿灾原因，并督促确实改善，务经彻底检查确认安全符合规定，使能复工。二，农渔畜产的损失由县政府邀集乡公所业者推派专业人员会同勘查实际受损金额，办理补偿。第三，乡公所要求业者提供麦寮乡及台西乡乡民免费健诊，就是健康检查一节，业者同意办理。第四，原定县府消防局会同中区劳检所等有关专业人员于本99年8月5日到现场办理火灾原因鉴定作业，应苏县长要求延缓一天，在8月6日办理。第五，劳委会中区劳动检查所于7月29日已会同劳工安全卫生研究所人员办理检查，正撰拟灾害检查初步鉴定报告，亦请业者于1周内提出灾害原因初步调查结果及改善对策报告书。四，上列报告书提出后，同意苏县长建议，由劳委会邀请县府及劳委会共同推荐之专家学者审查并探究原因及具体可行之改善对策，以确保未来安全无虞。以上这5项啊，是经过会商讨论，然后达成的共识，各方面都会依照这个共识来执行，以确保整个工厂的安全以及地方的这个民众能够安心。这是今天讨论的获得的共识，特别跟关心的父老乡亲国人做以上的报告，谢谢。